中华关中备注新冠肺炎预防下第四梯次，今仔日开始实施。地区病院内底，一透早就来了真侪长辈，因摕着通知书来遮，并且伫医护的陪同之下来注射。医生表示，早起来注射的人数已经有100多人，长辈注射了后并无出现不良的反应，也提醒大家回去厝内了后一定要多啉水。我们道州医院今天开始接受莫德纳疫苗，75岁以上老人家，他们就拿着手上的名册、健保卡，有家里的人带过来我们医院做报到，我们有分区分流专人处理，协助在位。走动，然后再给医师评估，最后施打完之后，在我们医院留观15到30分钟 ，OK 之后我们才会回去。施打疫苗之后，应该多喝水。那注射莫德纳之后呢，主要部就是会有注射部位的疼痛，占比较多数。偶尔还有一些轻微的发烧，那民众请不要担心，在家里多休息喝水。如果真的有身体不舒服，就再带回来给我们医师做评估，看需不需要再用药或是做其他的处置。请大家不要惊慌，一个一个来。所有的疫苗都很好，请大家照实时间，照着地点拿过来施打。虽然目前有部分注意红虾了后有出现状况的案例，但是医师表示，只要有注意红虾，才能大幅降低新冠肺炎感染的机会，也是打赢这场防疫战争最好的方法。新中华新闻里面，洪可碧采访报道。